你哋觉得边一个 moment 啫系女性最靓嘅咧？抱住 B B 啊，定系着住婚纱，定系咧沉醉喺工作嗰阵咧？咁其实咧，所有嘅生活点滴咧，都系女性生命中咧最美丽嘅时刻噶。咁所以咧，嚟自出啲 romantic 嘅感觉咧。呢個作品好明顯係浪漫啦，咁就所以揀咗個日落時間喺最靚香港最靚睇日落嘅地方，就係白泥度影嘅。因為主角係一對情侶啦，咁就係準備 kiss 之前嘅一瞬之間咯。我想問你識唔識佢哋㗎？我唔識嘅。咁你影嗰陣時候，佢動作咪要好快咯？係啊，全靠捕捉咯，真係，同埋觀察力咯。咁我睇到咧，其實咧佢哋應該就掂就掂啦。我估你影咗之後咧，應該都掂咗噶啦。點解唔攞嗰張嚟做作品？因為主要係背光啦。咁如果你 kiss 緊嗰一刻，你就會其實就會一你睇到一嚿咯。咁而家你就會睇到兩個人嘅個 contour line 咯。一來靚啲啦，頭圖上面；二來同埋會大家看緊呢張相嘅觀眾都會好期待去錫嗰一刻。